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So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if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use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dy 啊，周三啊，今天的影片呢，久违的准备要上班了。其实也不是久违啦，因为今天星期一，然后距离我上次上班是星期五，但是啊，时间跟就是飞的一样。大家应该有看过我之前的工作 vlog， 我到后面大部分都是直接记录那一天当下的生活，而不是上班前。其实因为我自己上班前都蛮仓促的，所以就很少有那个机会可以记录给大家。那今天影片呢，也很开心可以跟兰蔻合作，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试用到他们家我蛮喜欢的精华液，也就是他们这个新的小黑瓶。这款是兰蔻新的超未来基因复活露，或是大家都叫它全新的小黑瓶。那我先大概讲下这罐好了。精华当然有分开价跟专柜的版本。自从两三年前吧，我开始上班啊，自己赚钱，然后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所以我自己对于保养品啊就会比较挑剔一点，然后会开始把保养当成是一种投资。但是如果你是刚开始可能接触这些专柜的精华，但是又不想要踩雷的话，那我觉得这罐就会蛮适合年轻人投资自己的第一罐专柜精华。我之前刚刚收到的时候，其实我有发过一次story， 然后我就有朋友马上私讯我说，用完之后它的妆感会很服帖，然后脸看起来会比较透亮一点。那我自己试用了两个星期之后，我觉得皮肤的亮度是有增加的，它的确效果是蛮明显的。那我现在就开始做我简单的 skincare routine， 但是我今天的护肤程序会很简短，因为身为一个上班族来说，能够多睡一秒就是一秒，所以我 get ready 的时间其实说真的也不太多了。首先我会先用兰蔻最近新出的极光水，然后我就把它当成是化妆水来用，它有种淡淡的香气。再来我就会用到这个全新的小黑瓶，那我自己会习惯先在手上稍微暖和一下产品再上脸，会比较好吸收。另外我会把多的精华液也抹到脖子这边，记得不要用力去抹那个脸，用拍的让它慢慢的吸收会比较好。因为我最近实在太常熬夜了，所以肌肤状况没有很稳定。上完精华之后，你会看到我的脸会比较饱满跟有弹性一点。对于混合肌的我来说，其实精华最重要就是要给我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要清爽好吸收，因为如果它太油腻或是太滋润的话，我会整个满脸油光，很不舒服。这瓶跟其他的精华液的差别是它真的没有什么黏腻感。第二是跟我一样皮肤敏感的人就会需要它能够稳定肤况。第三就是让脸看起来好像更亮，然后更细致一点。现在我的妆前保养其实就差不多了，我要开始我现在来准备画一个非常简单的上班妆。我要发下好语吗？好，我想要在五分钟内完成这个妆容。算了，也没有人会计时，所以没差。先上一点防晒。好，先给大家看，你看我的底妆，看到吗？超服帖的。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妆容，然后我很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妆，而且我还有上一些这个阴影打得不是很好，我还有上腮红，还有上这个打得不是很好的阴影，但你看整个底妆的服帖度真的是很棒。好了，我其实本来在家里吃早餐的，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时间了，我看一下，所以我都会先来家里的餐桌看一下还有什么。这边还有一个面包，看一下。太好了，是贝果，我等下带这个贝果去吃。然后我妈刚刚有弄了这个 ，OK， 先
好，快来，不对，先把它放到我的午餐袋里面，免得我等一下忘记。还有餐具 ，OK， 好，赶快换衣服。夏天天气多少？吼！今天26度，为什么这么热？还我的冬天，我的冬天呢？26，那什么都不能穿了。All your time trying to control. Eventually, gonna need some liberation. 好，其实呢，我也不知道非常满意这个 outfit，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真的快要迟到了。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哎，你怎么就穿成这样子去上班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那对，没错，我今天穿这样去上班，因为我们对于 dress code 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还蛮随性的。然后另外，我们整个工作性质其实我觉得都算弹性啦，整个氛围就比较随性轻松一点的，所以准备出门。今天的话，感觉配帆布袋还不错。OK， 就是你了。那第二。东西都散落在各地，每天。然后因为我工作的电脑其实放在香港，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会待这么久，所以就没有带回台湾，就导致我现在每天都要带电脑去上班，然后回来又要把电脑带回来，这样来来回回的拿，我觉得哇好累。手机充电器跟 AirPod， 哎，我的钱包嘞？钱包。欧某，止汗剂。今天还喷Jo Malone的英国梨，好，找到我的钱包了。等一下，我的悠游卡嘞。是我准备要出门的样子。我上映的大家今天应该看过，是 Yes Style 上面买的，然后裙子也是 Yes Style 上面的。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等会见喽，拜拜。Start your computations.量不到你体温，还是我没有体温啊？冷血动物。I think we're getting into a weird area here. Maybe.好，我现在已经到公司了，然后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现在除了可以免费兑换小黑瓶的礼盒之外，也可以到柜上去做肌肤的检测，可以看看你皮肤现在的状况，然后请柜姐帮你挑选适合的保养品，然后还会再送5ml的小黑瓶精华。另外现在要准备开始母亲节的档期，所以有很多我觉得蛮好入手的套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很推荐大家可以入手这个超未来精华新客组，我会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那所有的活动资讯跟产品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
起 Garrity 来上班。大家上班的上班，工作的工作，我们一起加油，耶、yeah! ！好了，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我用我很有光泽的底妆跟大家说拜拜，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